游客疑似体力不支，脚步没踏好，整个人踩空，从高处往后仰，急速下坠。这群人是在攀爬华山云梯，地势陡峭，女子没站稳摔落，所幸后方的男游客集体接住他，人没受伤。随着大陆暑假到来，游客也多了起来。一名男子站在钟杵上来回撞击大钟。 站在木质的钟杵上摆动身体，用力撞击，根本是在破坏公物，引来网友挞伐。不过讲不听的游客真不少。你们不要纠缠好不好？ 我们小时候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更有人到杭州的泛舟景点，渐渐有人直接在河道洗头。为什么你要洗头呀？被这么一问，女子惊呆了，气得把影片泼网。江苏南京动物园竟推出钓鳄鱼项目。 小女孩搭船到池中间，鳄鱼纷纷靠近吃掉杆子上的食物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这也太危险。但动物园说这是养子鳄，性情较温顺。安徽则有孩子跳进古城景区水池抓鱼。一旁明明有告示表示水池有电，请勿嬉戏，大人仍不管小孩。景区乱象重生，西安出现金甲战士整治。 扮成金甲战士，看到不文明的游客，说起文绉绉的词汇驱赶，盼创意做法能起整治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